大家好，刚从机场回到家，然后我现在整个人超级狼狈，已经快晚上11点了。啊，我的头发跟我的人一样混乱。我最近很爱这个 Aesop 的 Murasaki 的线香，每次闻它我都有一种就是回到家的感觉，那种啊温馨温馨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个跟我的人生混乱程度有得比的一座山。我上个周末回了台湾4天，然后后面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 package。 我在想管理处的叔叔阿姨应该觉得非常的困扰，后面都是来自于品牌的爱擦亮黑。对，虽然我刚回到家，但是其实我过2天又要飞了，就是我最近几个月有很多 unexpected 的旅行。我要喝咖啡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过2天我姐要来香港，她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两姐妹可能就是非常的没有默契，她偏偏挑在我不在香港的时候然后要来香港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懂她为什么没有先跟我说。我们的感情有这么差吗？总之呢，就是他跟他有一个朋友要来住我家，如果是我姐就算了，但是还有我姐的朋友，我就觉得我要保持一下自己的形象，我要把家里整理的干净一点。然后掐指一算发现，哎，我没有剩多少时间了，收一下行李，拆一下包裹，把所有东西 sort out， 把我的 apartment 当成一个 Airbnb 一样的整理。哇，好 cute 哦 ！Nice。That should be me. With the golden bell across the room, laughing over wine, losing track of time. That should be me. Oh, that.哎，先给你们看，这个是我这次回台湾的时候买的唇膏，是 Roman 的，叫什么来的 ？Blur Fudge， 哦，它的名字叫 Blur Fudge。哎呦，大家知道我的 podcast 叫什么吗？叫 Oh Fudge， 没错，色号是04号 Date Opened， 带着这个颜色。我跟你说，我最近又开始觉得自己有一点肥，但我是一个很没有办法停下来的人，就是我不是那种可以完全躺平然后觉得很舒服很自在的。躺平对我来说反而会觉得就是啊，怎么办，我现在就是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最近蛮努力在就是填满我的生活，不断给自己一些小小的目标那种感觉。其实我平常的正职其实就已经蛮忙的了，对，不是蛮忙的，是很忙。所以我很努力在生活里面找一些你知道更有效率的方法。最近我发现一个让我的 hair care 稍微更有效率一点的，那就是这个 Rejoice 推出的免冲洗护发素。这个我不知道1年还是2年之前就有介绍过了，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因为我平常就有在做造型啦，然后每个月都会去染发，所以很容易看起来毛毛躁躁的，或是打结打得很厉害。它真的就是用1分钟，然后让你把那个毛躁打结的头发变到很顺。简单的 recap 一下我的头发，我是头皮容易出油，然后是细软发。那平常呢，就是每个月会去染发一次，然后基本上天天都会去夹头发。我是那种只要出门，不管我今天有没有去运动或是做什么会流汗的事情，可能回到家之后会觉得头皮这边会有点闷闷的那种闭塞感。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就是 get 到那个感觉。不管你今天是夹了头发卷了头发，反正那个造型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塌。但我们发现这个跟之前的包装也不太一样，因为呢，这个是清爽型的，新推出的清爽型。上次那个我已经很喜欢了，就他们又推出一个适合像我这种油性头皮的清爽型，我整个就是，我想说是为了我设计的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这次清爽版里面呢有葡萄柚的精粹，可以针对头发容易扁塌、打结或是有毛躁的地方做修护。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像我这样子强度的中长发，大概2到3个 pump 就可以了。它跟原版一样都是干湿两用，但是我自己更 prefer 是湿发的时候用，我觉得效果更明显。就是你洗完头稍微拧干之后，你把它直接这样上上去，再吹头发，那个头发就瞬间变得很蓬松又很舒服。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它是免冲洗的。那至于为什么不用冲洗还是可以很清爽呢？是因为它有一个免洗瞬效柔顺的技术，它里面的成分的分子很小，所以你这样子在推的同时，它就已经被头发吸收了。因为我的发质是细软发的关系，所以
为其实我一直都有点抗拒，就是太过滋润或是厚重的 treatment。我个人蛮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用冲洗，但是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很清爽的效果跟感受。加上这个新版本是专门为油性发质 ，A.K.A. 我本人设计的，不是为了我啦，就是我们油性新人用起来，我觉得比上一版的还要再更轻盈，更容易吸收。而且因为现在天气开始变热了嘛，现在外面应该有30度吧，不夸张，我不懂。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它用起来也不会觉得很厚重。平常我都是晚上用，但是如果出门之前觉得头发有点小毛躁的话，我觉得上一点点，然后着重在发尾，然后稍微吹一下、梳一下就可以出门了。大家如果想要整个效果再更 long lasting 一点的话，就可以搭配他们家的 shampoo 跟 conditioner， 然后吹头发之前再用这个免冲洗护发精华做补强，根本找 perfecto 了。所以有油性发质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下。Hello， 大家。因为太热了，所以我又换了一件无袖。我等下出门去开会，所以我想要大概10分钟快速吃个东西。我脚前两天被钉都肿起来了。今天天气不错，所以出来吹吹风。你们是地瓜会吃皮吗？我是不知道它的皮有没有干净啊，所以我还是先剥掉。那我全件是连皮吹。现在来做这个圆形的冰块，但我有点忘记了怎么做的，所以我现在在看教学。是这样吗？反过来，反过来吧。就来简单的做个大酱汤。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是一个韩国人，每次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吃韩国菜。好咸哦，what they're seeing on social media.
question is, are you able, given...上班今天的 OOTD， 我的上衣是 Velvet， 裤子是 Morgan， 这个包包的询问率超高的，然后它是 Celine 的这个名字，我记得 size 好像是 Medium。脸有点干。我现在来排 timeline， 有制作的 timeline， 有汇款的 timeline， 有文件处理的 timeline。我觉得因为这个工作，我从 P 变成有点 J 了，在工作上面可能有点 J。慢慢好似有啲火鍋嘅感覺。哇！佢咧可以咬㗎。哦。係咪啊？哦。點食過嚟㗎？嗯。再試。我都翻牛，翻牛，翻牛。下地點，3:07。三點才在吃飯。三點才在吃飯的人。他在回工作。Oh no！ 我等黑鳥轉過來。是不是？大家黑鳥要拒絕不敢應付。我是咖喱大王，你吃看，嗯，好浓的外貌啊，好 OK 啊，你吃看，会马来西亚咖喱啊，对，很 OK 的。我要跟着甩吗？甩。我们刚刚开完一个会，然后我现在要去拿钥匙。为什么要拿钥匙呢？就是因为我昨天在我家找我家的 spare key， 然后发现它不见了。所以这个是可以讲的吗？应该可以吧。我这个人呢，我有一个哲学，就是我如果东西不见，就只是他暂时不想出来了。Oh, okay. 就等他想出来的时候，他就自动出现。好有性格嘅，没错没错没错。有啲灵性，即系嗰啲夜晚会出跳翻出嚟。因为看过那个博物馆惊魂夜，晚上全部都活过来，对不对 ？Key story， 没错，Key story。我是一个很喜欢收集奇怪车牌的人。哦，你在拍车牌哦？对 ，taxi 是 taxi 哦，是不是很可爱？很可爱。我刚以为你在拍夕阳哎。哦，没有没有，没那么浪漫，就是 taxi。Hello。啊，因为我姐明天就来我家了嘛，所以我现在要来写一些注意事项给我姐。对，我真的突然现在觉得我很像什么民宿的主人之类的，每一个区域写一个好了。我一个厨房的 memo， 然后怎么丢垃圾，我的浴室跟客厅有什么，然后我们家的 WiFi， 然后怎么去附近的商场，然后正门跟侧门怎么走。我现在录一个怎么使用水龙头的教学。按一下，出来的是气泡水。长按有蓝灯之后这样转，它就是饮用水。按两下变红色是热水。哦，直接这样打开就是自来水。这样 ，OK， 给我接。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e